2018年最后一日，九龙城条条街都塞满车，车多人仲多。睇黄子华要排，睇刘德华冇得排。唔通呢条人龙系排定队，听日元旦揾郑若骅？香港人俾人玩到残，但系香港人系咪真系好得闲呢？买楼要排，上楼梗系要排，连搭车都要排。人哋食好西又话要排，排排排，呢条100米人龙，100人喺度排，竟然系排牛肉，牛肉，牛肉，由朝做到晚，搵朝唔得晚，冇得睇刘华，唔俾打边炉啊！咁冻打边炉唔食牛肉傻㗎！